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董耶。Yeah， 今天呢，我要拍东西，就如你们标题见的那样啊呀。Yeah， 我要请老师看做老弟家那，因为由于很久没有去妈妈档了，想念妈妈档的老弟家那样，所以哦，又不可以去外面吃了，只好自己亲手来做。自己亲手来做要有什么材料呢？就有这些面粉，然后一碗这个清水，然后盐、鸡蛋一粒，然后糖，然后还有油。OK， 所以要用到就只有这些罢了。好嘞，现在我们来开始做这个面团，我不会不会成功啊？我来首先倒面粉先，因为家和妈妈两个人吃罢了啦。OK， 先倒这个面粉进去。OK， OK， 加了面粉过后呢，再加糖一汤匙半，一汤匙半。OK， 然后再加盐，盐就只需要半汤匙就可以了，半汤匙的盐。OK， 最后再加鸡蛋了。OK， 然后倒水，水倒适量就可以了。这样子 OK， 大概倒了一半。OK， 现在我们就开始揉面粉。哇，亲手做落地加麦，OK， 现在按了那边的749了，各位，我们就要把它分出来，拿这个油来蒸住啊，要两个小时就。你注意你球的形状，我们把它集合为五粒。这样子独立，然后呢，你就要加油。他们讲你那个油哦，要盖掉那个面团的，所以我大概移一下，不然我们盖不到。所以你要倒那个油。他们讲要盖过了面团，好像更多。OK， 就这样子。OK， 就这样子，把油倒到正大的面团就可以了。OK。你们那边睡两个小时吧。2 hours later. OK， 已经等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了，来吃了一点点 team，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那个面团已经变成浆了。走。喂，哎 ，Hello， 哇。OK， 现在这个面团已经好了啦，可是哦，我不会被成功啊！刚刚有一粒，我刚看还点散掉了，我刚不弄五粒，另一点散掉，说我坚持弄四粒就好了。所以弄两件的罗蒂高松，然后一个罗蒂包棒跟一个罗蒂豆肉啊。OK， 所以呢，啊，有点紧张，我们先给它热锅先。OK， 让我们暂停给它热锅，所以我们开始来做一个，先做一边浓一点的罗蒂高松先啊，就是。要拿一，哇，很油啊！OK， 妈妈看我这样子做了，拿到手要点那个油，然后我们是要翻，不可以耶，那翻了没？我们可以翻到这么美啊！算了啦，还是这样子放比较好啊，不然家连吃都没有吃。把那子拖开开，不可以让它烂，不能让它绵。然后点油，喂，然后这样子折，这样子。OK， 这是一片的，做两片高松吧先。以前我每次小时候把我家人去打包落地落地灾难，我就懂他们是怎么借的。OK， 所以我们来煎。啊，那我们要抓点筋。
金黄色的，我们反过来看一下有没有啊？喂喂，哇，看到吗？一模一样哎！是哦，这个中文好像太酷了吧？那在这个时候呢，顺便做一下落地八万。喂喂喂喂，打麻将，OK， 再打个八万进去。哇，有模有样。你要不要知道它有金黄金黄色就可以了的。OK， 毛好了的拿上来。因为我看我妈妈蛋哦，我上菜的时候它不是这样上的，它会这样子的。哇。走走走。OK， 来，最大挑战的就是落地得了，把握那个鸡蛋。是在里面的，然后你要好好的去拿捏它。喂喂喂，我抓到谁了？你这边，怎样？看到吗？最后一天 ，OK， 来罗蒂德咯，见证困难的时刻。八戒，让我留住来！哎呀，喂！把它捏上淋点油，看到吗？我滴的喽！来，我们翻下另外一面了啊！哇！哇，有模有样哎！啊，看洗大便。哎，下午是一笔两个计划了，起锅上菜 ，yes， 几漂亮的颜色，再加点德罗拉西 ，OK， 搞定。现在呢，我再给我妈试试我做的罗蒂，问我会讲好不好吃 ，OK， 所以 go。OK， 现在呢，我就叫我的妈妈来试试看一下我做的罗蒂可不可以吃，你可以，你觉得可以吃吗？差不多了，来你试试看，我觉得很厚哎，哇，很硬哦。很厚哎，是吧？对，刚刚一秒，哎，多双 feel， 跟八万的，啊，你有拿洋葱吗？有，拿洋葱，那个有料是不是？有，料是哦，那还是可以的，多送不给不好吗？啊，哇，这好吃！那这个罗蒂的最薄的，你看最薄的是啊，罗蒂得了，得了不要吃，多送不给，太厚了那个面粉，是吧？怎么样？那这是你家一个表现，对，你看罗表，多双八万跟鸡蛋哪个表示？八万表示。八万表示，对不对？表现。表现啊，那嘛我还是会煮啊，所以呢，这你觉得我可以开单了吗？好。一个不可以报吗？两个可以吗 ？OK， 所以呢，而且我的影片就随便乱拍好了。你把 Facebook 看到吗？有讲我做罗蒂不然大家都想做给妈妈试试看哦，没想到这么厚啊。OK， 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按订阅、按赞，还有按分享。分享的影片就给人家看我的那个罗蒂真的是多么的厚，哇 good 了，我妈妈就给 good 了，这样子多么的 good 啊。OK， 所以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